大家好，我是爱原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活动游戏原神活动《彩棠与蔷薇的幻色颂》活动剧情记录 10.27 一更完。赠与他回忆这个事做完了，其实活动花车摇曳前方挑战啊，全的在奥摩斯港，可别对哦，奥摩斯港我还没去看啊。奥摩斯港应该也没彩蛋吧？谁每次来奥摩斯港啊？嘿，他也说花车来到奥摩斯港，他剧情花车也没推过来，只是活动，但是游戏全在这边。是你也是吧？幻之玩具吧，花车。跟着花车的节奏摇摆吧。花车历险，继承。我设个音乐，你既然剧情里面的那个让我们试玩的那个关卡的音乐就很好啊，这个音乐配这个活动感觉有点违和。感觉有点像音游啊呢，新纪录，选择关卡第二关，蜿蜒小径之物，难度提升了吗？团处住院或断事情自动收集，好，又变了。怎么还有战争鼓啊？哦，这个是全部都可以搜寻，没必要带那小道粉。八月吃不到，它只有颜色，不过吃不到。哎，真的何尝不是一种应有呢？这干嘛？
奇幻藏宝地。盛放住院，额外得分。坚强住院后免疫啊，就无敌嘛。这是个什么音乐啊？这是哪个 PV 角色里面的音乐拿过来用啊？哦，这么一封，我好久没有看了那个角色 PV 的介绍了。哎，弄了一朵花。以前还看一下角色 PV， 像那些角色的个人曲，现在好久都没看了。哎，漏了一朵花，可恶！又漏了一朵，漏三朵花，我操！漏了三朵花，没事，都不金牌就没事。1860，也不大。又来。不断加速，我操，果增加难度是吧？加速了，丢架出紫色的是全花溪啊，能不撞最好别撞。速度还行啊，不是很快。好，最高速度就这么罢了，没有更快的副波。哎呦，刚刚一下别按度，谢旁边按度才能撞手。妙法赢取至宝，华丽正美的无尽女传。无尽，真的无尽吗？不断循环的关卡，花车将持续前进，面临速度更快难度更高的挑战哟。7900，哦，真的是无尽哦。那我怎么知道啊？好，多了颗心。那我怎么知道哦？我可以到拿到奖励的那个幅度哦，拿到金牌应该就能拿到奖励了。拿到金牌我们就别干钱。
哎呀，还好是无敌盾啊。绿色是无敌，金色是加分，紫色是全场吸。我说碰到东西会顶下来吗？无敌碰到东西不算碰是吧？哎，这个速度有点快啦。哇哇吼吼！我还没拿到金牌，没拿到金牌又不算，但现在还铜牌，3000多分才铜牌，我操！银牌了，我有4节目才金牌吧？好，金牌哦！提前结束他会，右边告诉你的。看能不能开到5200米啊、哦！别再搞个5200米。哇哇哇！这行速度越来越快了。这是无敌，管他。这加分。哎，不对，他可以开5分钟，咱们开5分钟，放5分钟后面。虽然说是巡航，那个看看开到5分钟会怎么的？而且他一共就5颗星，他没有加血的道具，只有加分和无敌道具，少一颗星就少一颗星了。老妹，您坚持2分钟了，还有3分钟。这个速度我已经习惯按2分钟，坚持住。好的，无敌。漏花了，问题不大，咱们主要坚持时间到。最高分是多少，咱们就不研究了。1分半，无敌，抓！还1分钟。眼睛看得有点花了，哎呦，碰到减速了，这个没躲过去，完了，你减速也好不习惯。
要是刚刚是真的眼睛有点花了，五分钟还是对我来说有点艰难了。四分钟，真的眼睛花了，眼睛花了，啊，一万四，然后奖励每个50原始。OK， 奖励你玩。然后是纠正异常哦，交映现实与梦。晚上我放门读，好，果然五贵人。想感受花神的什么铜口，什么什么铁丝，什么灵右光，柯林伍德还与第一说什么来？马勋干的倒悬，忌断烈酒，先搞一个参看。好像是找出不一样吧，找不同。哦，这个道馆，那找哦六个椅子，这里有个椅子。还些白色是颠倒都快别扭了，你算不算呀？你不应该在这吧？放歪了，放歪了，这个算，这个算不？哪里歪？楼上能去吗？能不能上楼？啊，你也是。哦，还有你是吧？还挺简单的哈，这个比那个要简单很多。妖魔鬼怪快离开，六。这种事情你不应该找我，你应该找从云啊。你这种不干净应该找从云，不应该找我吧。从云在，啥都不怕啊！漂浮的物品，漂浮，兄弟是吧？嘿，俺哪天都飘起来了吧呀？这里飘起来一个，这里面飘起来一个，阴森躲着魔鬼刚没出现，躲着啊！上面能去吗？上面过去不能去。啊，躲着，耶！那上面还撞爆你不得？还来看着少一串锚点，那如果有好友在我世界，我是不是咔可以在外面看着我在里面找？啊，还能躲？那个波屋怎么没有啊？我没找到了，有提示吗？还有哪里有浮起来的东西啊？哦，有提示了，
欸，哦，我刚刚去底下，我没到上面那一层走啊。靠，本小夫。躲藏那种危险处层，到期的妖怪。洪德那人纯粹是喝醉了，明月那个人就是妖魔鬼怪，到期的也是妖怪。妖怪小说家，敢搞压力大。哇哦！假如我这个床上锚点没解锁的话，我能不能到梦天里面解锁？这是什么妖怪？还没高合的什么妖怪啊？比高合的什么妖怪也好啊！哇哦，晴天娃娃，对，有点像河藤啊。哎，这个叫什么村来的？甘田村是吧？他这个音乐我还挺喜欢，这个一看就不要问是不是啊？啊、嗯，喂，屋顶上也要问。哎，正所谓站得高站得远，那你看那里的。你的草棚里面应该是，一般躲在草里面的都是。还有一个，哇，一个最难找。啊，好的。有点的马山东安分安定与安全，这封单选择好、哦、几乎每个国家一个，刚好五个国家来了，娜塔没人，再来这封单科学月，富农派的学者哦，只是去封单工作而已。什么玩意？好啊，虽然你看了之前他大概给你他飞向的位置，也就是他哪些漂浮起来哪里就是了，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那就找漂浮的。你是吧？啊，到我面前装，你还装吗？装啊！然后说风胆，梦里面不能说。爆炸新闻，哼，我想要卖爆炸系新闻了。神圣和谐之对称，哦，建筑师，强迫症吧，我也有点，我也有说白龙需要喜欢对称，要么对称，要么就全乱。卡门先生。噩梦。对称。反人类，对，反人类的设计都应该消失掉。比如说这个就请反人类，难受。
这就是治疗强迫症。我操，我感觉我也是要治疗，一下就看出来你今天难受了。对，难受。安妮，谁让你这么摆的？哎，他发现梦境挺大的哈。你，耶，还挺顽强，一下消不掉，太舒服了。嘿，啊，还有你个灯。我上面不能来，那就干得高看得远。一个球没毛病。这灯走不了了。这个灯啊，这里是对称的是吧？这个灯我看着没什么毛病，我甚至感觉这里是少了个草。因为你对面那里有草，还是说对面那个草是有问题？对面的草没问题。哎，等这个灯有问。还有哪里？可能哪里还有这种灯？它现在只有椅子、灯，还有灯笼、桌子三件东西，它哪里还有多出来的玩意？中性对称要摆放没？哦，这里有个，那跟中性对称有。你直接叫我找灯笼啊，找路灯，再找那个板凳不就完事了 ？OK， 全搞完。这个40原石，之前那个是50原石，等一下全部搞完之后再。看一下一共有多少原石，野丸野保佑，野丸野救救我，喝少了伤心，喝多了伤肝，不喝难呀。司令，百妖物语，明影响。我需要妖怪，新鲜的妖怪，自己创造几个嘛。奖项链不够丰富，你还要当作者是吧？要不过两年回须弥争取退休返聘吧。这个实验室待不下去了，越南少非吗？很少啊，人的这强迫症晚期是没法治疗啊。哦，你触买不到，哎，这是他强迫症晚期，全都看见了。这么喝下去，哪天人就没了？算了，人没了就没。六，不愧是蒙德的，小千傻啊！我一个念家的还怕鬼，好丢人。哎，他说，没想到吧？啊，心疼的被我探走了，写不完，怎么写都写不完。好想直接请两年假，想干什么的？嘻嘻嘛，甚是随便。是香料怎么不遵守？不买不到，哈哈。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媳妇的建议哦，都是去打架了，是吧？随便打。分数挺低的，应该很好过吧？不，朴素扎实的技巧，直接选成十倍，95啊！哇鸡哇，龙的来了，试用角色。
真发白耶。哦，马拉尼没念，这个还没抽得，这个也得抽了，因为卡斯都过了。然后再带个他，我还得带个谁呢？带个班尼特啊，带个班尼特回血啊，不对，碧诺林是能回血的。带个雷，要不炸的满天炸了吧，那就。不对，这个香菱用自己的香菱。哦，要蒸发反应，蒸发反应的话，那就不要带雷，只带，那还要带班尼特吧。是不是带托马感觉也可以？只埋一半，好，回到吧，瑟尔之乡，计较有大家在时米，比诺林又喊谁？十五等枪法来，洗尘，浪来了，还没结束，好吧，送上门的效果，四十多我，去了，回来回来，在第二回的话才760，我还没搞走他的那个步骤。下一位有意思哦，小霸先让我来了，我等一下不要呼诶这道法有嘿背头吧，一扇一套一点，我来保护大家，好起来嘿哈。让我来了，依然下下哦，打得发冷，身后倒响鸣击火于五起枪，咱们有加的本信号不准罚伤害还得受热乎哼哟，回到吧，瑟尔之乡，栽种攻击了，收起来吧，佛们，喷火，见识下师傅的枪吧，加速咯，让我来咯，一点，急啦，滑啦滑啦，是要见你我的窗门吗？像门的下一波不被迫也无妨，哼，废讨吧，三星姐，瑟尔，你看，有大家在身边。怕呀，我安逸把它取掉了，灯塔杀，还没有习惯，没有习惯就好了，金牌应该就要过了，我看一下啊，刚好5000分哦，刚好5000，不多不少，元素战绩防御力提升，元素战绩防御力提升啊，那就来吧，蓝风好准，比我快啊，刚快，哈哈，哎呀，到我表演中你了，让他帅一米了吧，应该开五郎的，鱼啊，鱼啊，啊，谁是我？啊，嘿，谁要啊？然后陈父，谁？我可就不留手了，止住坐，耶，死如破竹，交给我吧。下一吻，斗下炎牛，且然天红联络 ，yes， 这嘿，尾玉狂欢，说，哎呀，啊。我就不应该信他的，就什么 buff 加车了，不是因为有工作了，个人来了，徐啊，再来，克，一定要干净利，大把手，你就要啥？也不会这么麻烦，谢谢你们，冰柜牺牲，够，我们最骑士的蹦迪已经玩腻了，呀，你逢我没怎么练，拿来玩还陪我，拿来打这个感觉，
我会等到风向求我逃避呀呀，谁又是你啊？我与王游行，红松闪开，大哥大呀姐呀姐，这随我出，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呀。他丢我砸啊，宣红联络尾玉狂欢射嘿鱼啊炸饿啊，结果是你啦，下一吻一成功嘿，一点我的交给我吧，该打扫战场了，希望要把这两个打扫死如复猪废如仇警，哇那两个打扫有点悬，这是砸啊。尾王游行红通撒开，是啊，哎，这两个打手有点悬，我操，可恶啊！哎，那就再试一次吧。纳罗架起这一波，我就卖灵会牺牲。我抓着有五架银牛，哈哈，到我表演了。轰！我抓啊啊啊！起烟撤局啊！洗完跑，窝中正手，又是你了。嗯，是啊，坐。举不上我用留守了，再坐吧。哼，坐好了。哎呀，成姑死如破竹，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江红零落，嘿，哼，就我砸啊。然后呢，尾王游行，红瞳闪开。其实你叫也，啊，这个声音叫佩西洛里面，对啊，去了啊，那个是，一个人没有工作了，大把手就是你了。Yes， 进沙本，因贵牺牲，对，谢，别，哼，哼，风上，求我台定，哇，那分 F 博，一直度在云游，行，这个工作了，要进军，我会注意领服的礼仪，哈哈，到我表演了，千，杰啊，啊，鱼啊，鱼啊。啊，能不能喂我就是你啊，已经玩腻了啊。对啊，水行扭转。第二前成功死如破竹。落开这样。哼，天红零落。来来不及，就我砸还不来不及。嘿，这样进军。嘿，哼，就我为王游行，红瞳闪开。嘿，嚯，菊啊，原罪是我硬上，吃了呀，那野碎话，杰，原罪我这一个纳维亚肥，还是三千四，哎，是四千二，我先来抽抽了，元素战器，防御力提升，哦，防御力提升呀，那上。纳维亚也不是防御力啊，看一下桃花列表，镀金女船龙海云袭，我扔上吧，我不要你那个 buff 吧，呵，那军用手背吧，我还放单，受方起义，人奇赫叉云眼。一抓到我工厂收工，嘿，哎，我要个就付了，你要个做 boss 干了吧，这打得不快吧，自己给自己找对手，无数名这个要工作够了，呵嘿呵呵七哈嗯，无数要个用工作了，固若己王板自然可叹入宴，眼熟如虹，哎，哥，啊，他粉碎的都 boss 了，你看这不 fire 吧？我操，我还以为一区又那个啥啥啥，哎，副军，哼，嘿，克操，克克，嗯，副官，拒收变序，朔方锦衣，云影。验明说
忠诚，收钩。哟，那你我好准备吧，把这趟船贯穿，飓风而行。操！哎，爸，入座吧。反正我可就不留手了，入座吧。哼，是。无数哎，固若金座了，可方本自然黑了。哎，那真共于行。哎呦，那脸书如恒啊？哎，哎呀，真是客，真是客人来。哎，嚯，如月长存啊。破串这样。哎，这不舒服多了吗？哎。活史莱姆，水史莱姆。靠。这里要盐对了呗，结晶反应。盐对啊。修洛林有奶。然后以前是喜欢带七七，现在就不用带七七了。带个新洛林。啊，新洛林。完了，沾盐新洛林是吃不到的反应啊。算了，能打破就去。哇，急于收病啊，吃。哦，身后道响，灵极火渊，魂唱，以我今天的夜风，很当当，对吧？对吧？开火。嘿、哎、嘿，虽然是盐院士啦，哈。哦，爷爷是斩弹枪，哼，乌来就叫我爷爷该。这样，哼，你好呀，哎，个蜘蛛游侠真的，嘿，固若，哼，沸腾吧，山之血，为我歌颂，闪耀时刻，持续打击，就是这样，是，散弹枪，你哦，你啊，哼，试着躲躲看，呀。这个摩特斯莱因加先后这里正面偷袭，嘿，哼，回到吧，自我之声，当当，让世界热闹起来吧，持续打击，就是这样，哈，呀，哎呀呀，还有几颗子弹，呀的，不得打一炮轰出来，还有几颗子弹，呀，哼。呀，贝肯吧，三只节，两项了，闪耀时刻。试着躲躲看，嘿，好、哦，好、哦，玫瑰礼花，得到了，是玫瑰特别定制版，都可少了其他都、哦。呀，耶，试着躲躲看，耶，嘿，嘿，哎呀，安柔派，耶。让世界热闹起来吧，开火！哎，虽然是演员说了，哦，是，然后是炽烈如炽的热情，所以看就让我们拿火嘛，打燃烧吗？孽战法，然后呢呢？打不烂也难受啊。不过他们这次给的适用角色感觉，物若金正信，其特可叹，入印燕腾翁城收工。是差，不尽职员必将得到绝罚，你的旅途到此为止，否之震天撼地，嘿呵呵，于此而恩血贯穿，我也不得平静，夜明抓的滋血消之暗疼，那就拒收嘛，哥，哼，包多食物了，我听到你了，云，这，嘿，云，
欸，你佛学是吧？让我听听你在哪为止正现叫人佛父呵呵风更鼻行说点声如何阿之王抓的气皮已经准备跑啊无尽时远迎人地藏如道解法让我清体佛学你的律佛照塔佛一刻测可叹落叶收真谢交之阿之王很有起皮已经准备好啊否决我听到美语人呵正让我清提分利用庄武的重劫做了一个百合符合照去收臂赫克风共鼻行抵死震怒大婆绚烂作花的炫影这个打这应该是打极化的这看了有打极化那看那个都出来了嘛打极化来嘛打极化我玩一下极化我记得我极化队是哪个队来着这里面还要血吗行秋行秋剑可以回血带个草神邓叶来来不过一般是带个瑶瑶是吧尖霞红错遁逃古华生硬羽线难化抓的远书如恒老郭啊意识永恒感觉我的计划对我不是很好雷神感觉不是我打别放弃第二雷神被我打回一座模式这放应该拿那里到时那里面红送了点痛啊知识成景断还但这个对我恐慌爱说尊信交织也很疼女也顿觉你是我们飞豹打了则是感电那也不对我应该草的草人当 C 这种人的习化者古华生命与现难化你点数如何论言吧后影看破此刻寂灭之时首先有点痛啊子集智慧之殿堂才与刘红才该行动了收支线相知然后这个队伍他在这个队伍搞不了遁逃搞不了五千倒光意识永恒这个队伍五边有点悬这队伍我不悬微光无色哎呀我知识场景曲线难化才嫩龙吧远送如恒最重要的那此刻寂命之时耶无处遁逃哦勉强五千而等于会勉强五千我等也还才与刘红羽线难化哎呀勉强五千这个队伍是最烦的这个队伍是想搞的我的岩队是真不行虽然什么千只啥的都有都没念岩队是真不行其他的还好等一下讲念没你OK 然后看一下刚刚到秘境里面我搞了个什么成就啊拿西龙灵搞了一个成就啊哪一个成就啊这个里面只能听见夜风五秒内通过具有夜魂性质攻击击败四名敌人
夜魂信的毒狗，那应该不是希洛尼，应该是拿那个沙那个纳塔莎搞的。然后现在是全部搞完了，清点热度，怎么是1190啊？我搞个1200出个怎么？咱们的花车在这了啊，也是有那个鲜花的。皇冠又一个皇冠，然后还送了一个坎蒂斯，我坎蒂斯好像满命了吧？没满，嘿，没满。我看一下一共有多少原石啊？这个任务三个任务，这里有120，然后活动的话50。55 250 120加250 370 370这里是40 45 或是200 370加200 570 570再加200 770 770加这里的123 45 200 970伏原始啊，才970吗？1000没到啊，不是吧？1000还少了30，这里55啊，对，970伏原始，少了，差30原始到1000。久等了，我的神明耶！不是这个啊，这个。久等了我的神明，花之骑士亲手为其装死，果然要亲眼去看才能感受。然后是坎蒂斯命数，我几命了？坎蒂斯好像找哦，行命，还满命。坎蒂斯好像战胜了五月，收到了已经。本期任务，这里1200、1500、1500、1500，这就是4500。5700，我操，直升六级啊。哎，感觉草神这个生日过得好快啊，我感觉还没怎么过他就过完了。哎呀，虽然说当初吃饱了，但再回想起来又感觉饿了，我操，没吃饱啊，再搞点吧。这草生生我还没过货呢，没吃饱，还没吃饱。他说：“想感受花神的气息吗？沙漠特色香料，蝶处买不到，哈哈哈。”这个是花神初五的传说，全都看一下做生意吗？要价高点才有继续谈的余地。奸商啊，都是奸商这些人。